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维。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。原本今天这两天在那个就在那边有朱元刚公开赛，不过其实最近真的是有点忙啊，再加上今天一定要准备去做特柜的那些东西了，所以可能这次比赛就没有办法去看一下了哈。好，除了要准备一些可能油漆的啊，然后还有什么车子要去弄一下，因为要载很多东西去嘛。然后还有像什么，一些工具，哈哈哈。就是其实车柜不是简单把东西载回来而已，你还要把它的场地全部都给复原，然后把货都载回来这样子。总算能出发了哦，忙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好累啊！啊，今天忙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来到停车场了。不知道车柜能不能停那个顾客停车场。好，现在已经将近闭店时间了，结果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。啊，小雨说就是疫情爆发之后，整个星光都没人，就是这样吗？好，因为今天是3月1号，所以其实很多柜都是昨天在移动。那原本我是预期说来到这边会有很多人进车柜，结果也没有，就我们而已，就我们而已。其实这样也好啦，就不用跟人家那边排电梯什么的这样子啦，还蛮特别的啊。因为以往进柜都是要跟很多厂商在那边抢电梯啊，然后抢推车什么的啊。哦，烧肉。对，就是烧肉跟火锅抢的啊。同一间公司的。哦。那就是烧肉这边做的可以，他妈继续。不允许，喂，再过来。啊，你是楼上是什么？几楼的？听说是饰品的。饰品哦。啊，也是，我觉得都是因为火锅。哦，有卖香氛的哦，哇。就是、卖香氛的。那好惨。食物的。到底是你这个是什么？对，都闻不出来。你这个是蒜香味还是茴香味？牛奶哦，牛奶味，有香味剧。地上好脏啊，好多，还有这个，很多成年的，耶，超多那个，就是你说公司，你说捡的东西，捡到很多大家不要的公事哈。哎，我有一大包，谁要？还有牙线棒哎，是怎样？在处理这个很难搞的电线开关哦。哎，阿罗赖吧，罗赖吧，你讲。好。里面有箱子，全部丢到那个箱子里面好了。那个玻璃柜到时候都还要再粘那个纸板，胶带粘住才不会。上车才不会碰撞坏掉。角落没啊。然后那个对，还在想那个中间夹层要不要再塞东西，之前都有，都要对不对？袋子也换掉了，你放在箱子里面。靠背。啊，天哪！别闹了。好。东西拿出百货公司要写吸出单，我们刚刚不小心把吸出单收进某个箱子里面了。哈哈哈！因为你不写吸出单的话，那个百货公司保全不会让你把东西带出去的。箱里面。小箱。好。现在又有一个小 trouble， 现在已经11点多了嘛，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玻璃柜是没办法从那个货梯，因为它这边的货梯有一个很不 OK 的斜坡，这个基本上是撸不下去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客梯去撸，但是刚刚有晚上的安管，晚上的安管来跑过来说我们不能用客梯。可是我们又只想把它包起来，就觉得不会撞到。是你们刚刚是刚好撞见安管？他撞过来，他撞到这边。对呀。你被他撞到。嗯。他是怕撞到而已。不是怕撞到，是因为正常就是。然后他也怕。
个墙壁那个补土也要先弄吗？因为补土也要干吧，要多时间。好的。对不对？那我来弄补土。我这个都补过了。要不然你要涂一部分小部分试试看啊。而且这个会塑胶，它会更慢干。嗯。哦。会来不及。可是这样你怎么？可是你不补，你直接上漆应该会长得非常奇怪。先试试看啊，先弄一部分看看怎么样。不行啊。应该是不行，因为这个是。好，我的。哪里有锅？哦，还有锅，哪里嘛？哦，心脏的心脏，心脏有痛痛痛，他是想让你去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那很厉害哦，那什么牌子？加油！什么牌子的？哦，这个，你的美工班快多了。哇，是哪一排的压条这么厉害？我会用胶带台、啊，我跟王俊文一样。啊？看到了吗？还有什么王俊文的在台北那一次啊，他不会用，他不，我不知道，我在现场啊，我在现场，我在旁边看啊。我在旁边看啊，很好笑。这样更好，对，硬。对啊。啊，你把这不要，要快，快啊！我不想跟王俊文一样。他不会用胶带啊？为什么？他不用。他保鲜膜，他不会开。它颜色好怪呢。要它啊，它沉淀啊。哦。好像牛奶糖。这个颜色是他们指定的，应该不会错。对，色号都对了。它全部沉在下面呢、欸。用纸箱折。啊，那个好，那个好，有很多那个气球，那个棒子啊，你看多高吗？就高。好，所以龙伯伯。它整个沉淀，我刚刚应该摇一下、喔。对，就是对啊。还是我盖起来再摇。你现在盖不紧了，你对啊。可以。流出来就完蛋了。很有感觉。哦。所以我们去 B&Q 买，它用机器拉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它这个会沉淀那么严重。会变这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啊帅帅帅，饭桶就好了，可以关掉。可以，它可以开。不要太多。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子不就要整面都要漆了？变成哎，上面都要漆。靠，那一桶哪够？一桶不会够啊。那这个色号很确定是一进奖的哦。对啊。我有问他。对啊。而且这青叶很神经病的，一个百合百两个颜色，根本就在搞我。对啊，但以后人家就不要买他们的啦，你自己的色号都不统一，还差100块呢。现在进行墙面修复的动作，因为当初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答应他们，因为这个也是装潢的一部分嘛，所以我们撤柜的时候就是要把墙面恢复到我们进柜时候的样子。虽然进柜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小损伤、小洞了，就概括承受嘛。结果好笑的是，
看到没有？颜色，那个螺管讲的颜色跟实际的墙面的颜色有色差，差很多。对，差很多。所以现在有点挫赛，因为我们可能要把三面墙全部都把它涂满。好，那现在的考验就是油漆不够了。现在是晚上一点。现在是晚上一点，我们如果不够的话，等一下要变去小北，还不一定有卖哦。好，刺激了，刺激了。很多都是第一次啊，第一次。可是老板那一次真的很快。不用啊，随便你啊，你高兴就好。因为他已经涂半面了，完全。所以不要用力是吗？你用力会喷到自己。哦。喷到自己没关系啊，那个水洗得掉。一点都不好玩。很好玩，好不好玩？我觉得很好玩。不好玩。哎，赶时间就不好玩。啊，对了，赶时间就不好玩。我还想我可以再摘的。可以。然后我现在不够了，我就再摘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不然。哦。刚刚就不小心弄丢了磁扣，赶紧跑去拜托安管，那我通融一下出个门。今天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多。好，现在是2:30，希望3:00前我们可以顺利的出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。耶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。没来是吗？哇，不知道哎，可能是。马吉你哪唔知你冇白叮当？但你摕着人隔壁几个物件。那墙壁看起来跟新的一样哎，不可思议，比我们进来都还漂亮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吧，车柜总算告一个段落了哈。啊，今天状况真的是不少啊，下次车柜就会比较熟。其实毕竟我们也很多年没车柜了，对，有些东西还是会生疏。好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放那个柜子就会很假烂的。哦，立香。哈，你这里。我找不到我的钱包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找了。啊啊，还在吗？还在。哦，那就好。我要投60块才可以出。哦。耶，今天真是好啦，也是好玩啦，是很不顺啦，不顺，越过程越不顺嘛，那个回忆越甜美嘛。嗯哼哼哼哼，睡觉。好啦好啦，今天就存。啊，你找到房间了？待会随便找，随便住了，好吧？车都补。没找到啊。随便啦，我随便。住他家来一点了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们应该还要再来啊，还要再去松仁。明天应该就会再去了。那我们明天去吃车都补。哈哈耶！好，用手机。没有。用手机拍一个合照比较好。现在是晚上3:00，要回家了。回到家就4:00了。好，让各位知道那个紧张一谈了哈。都有人那里。好，感谢前面的这位理查跟叶车哈，还有明天要上课比较早先回去的正线哈，他们都是小人号的好朋友，进柜车柜都有他们的帮忙，好不好 ？OK， 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。在这个圈子活跃下去 ，OK。记得去中央公园玩哦。啊，对，我们高雄还是有贵的，不用担心哈。在中央公园哈，捷运的中央公园站哈，那边就有一个小人号的专卖店。好，兴趣的话搜寻一下那个关键字都会有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是吴伟，吴伟嫂，拜拜。不要当网红啊。